今天我们测试一下火烧中薛高雪糕，火焰烧到雪糕后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响，雪糕表面啊迅速变黑，同时伴着一股难闻的刺鼻气味，并没有融化的水珠流出。接下来我们换了一款常见的绿豆味雪糕进行实验，火焰烧到了此款雪糕，雪糕迅速融化，表面也有轻微变黑，但是用手擦拭即可轻松抹除。当我用空气炸锅炸中薛糕，有你是我的福气。不管赋予我地区的迷惑。抖音。老冰棍 VS 中雪糕，看谁先融化。抖音。知道我要干啥了吧？不是厨房太热给师傅吃的，我要上个新菜，烤中雪糕。看看炉温470，上炉子开烤啊！这玩意儿必须全程大火，要小火都不行，根本就烤不焦。我现在那烤槽皮和猪肉筋已经下炉子了啊，它才微微微微有一点点焦。这玩意儿行啊，你上手摸一下子，你看热不热？是凉的还是热的？啊，我不摸。你这咋这就出了？这火候不够啊，你再整一会儿啊。这撒孜然辣椒面的这师傅，原来你要说烤个冰棍，你能剩个棍就不错了。现在呢成现实了，这玩意儿你说卖多钱合适啊？这芹菜大家给定个价。抖音。抖音。橘红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展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抖音。哇，你们猜这是什么？烤雪糕，你们吃过吗？烤完之后它的一个形状还是有棱有角的，发现没有？嗯，感觉就是海盐味儿，但是呢它多了一些这个胡椒的味道和辣椒的味道，层次特别的丰富。抖音。